加拿大留子周末吃什么？今天搞个三文鱼，30加币，好吃到没朋友。选个圆润的土豆，大火蒸20分钟。蒸土豆的时间来处理三文鱼。原初的三文鱼质量真的超级好，都是当天新鲜本地三文鱼，主打一个放心。看这肉质，真的是很肥美了。简单的腌制一下，加入酱油和橄榄油，对半切开土豆，挖出软糯的内心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加入牛奶、黄油、黑胡椒、盐，搅拌一下。这个丘比特蛋黄酱是灵魂，加入蛋黄酱，填上土豆泥，再来一层蛋黄酱，放上三文鱼，多多的放上马苏里拉芝士，放入空气炸锅，470华氏度10分钟，香喷喷的焦香三文鱼芝士土豆好了，不削皮，不开火，不要太简单。